应该不会，可能选的人选错了。我下次会轮流，下次会轮流。你下次选，我们不让你选就对了。这次已经跟你说对不起好几次了，你还不想给我机会就对了。我们下次会变得更强、更强、更强。我有点球，我有点球。你们两个可以先慢慢等吧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让你不厉害，来，你们俩面对面好不好？对啊，嗨，火力万丈，不是？抱歉。哎呦，哦，野蛮女友啊！野蛮女友还可以形容她而已嘛。没有，我野蛮女友想到上次妹妹跟我讲。对呀，哪有啊？那个我们就问她说，她像不像野蛮女友？就当妹妹讲什么，你知道？野蛮女友比较漂亮。打的号码3号被六。6号被3号挡挡住了，9号被4号挡住了，所以可以打的就是8号。可以干嘛？8号或是4号，金嘉义4号8号。那我觉得打4号，然后摸球躲在6号后面，这边也就打。我打4号，对，打4号的话，那个最好打，就目前看到的4号。为什么要躲在这里？你在躲什么？3号。还是等一下，没有啊，他那个没有啊，就只能躲打8号母球也很难躲什么地方，他要躲在这里，不是躲那颗球就那一颗球啊。哦，8号不是3号就6号，对不对？不是3号就是8号，我干嘛躲在六号？这八号都不打，对不对？打4号，那9号嘞？9号不可能的，9号从头到他眼神都没有飘到。打4号，打4号，然后母球在这里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就躲在这里，躲在6号里。好，打4号。有4号的，请拿出来。要防个重来了，真的？什么？什么了？打进去，你真的把他打进去了。你看到有球不进，你受不了是不是？你不能赢一下吗？你是毛毛虫啊，一直在痛啊。真的吗？你们有4号？我不骗你，他4号这样，我打4号了，这样随便打，我进去。你有4号。什么玩意儿啊！重点是母球也回来这里，我母球也要。可是你知道你知不知道自己有4号？哦，我知道，我没有要打进。好，然后母球推下去。打6号，母球推下去，就执意一定要进中间的这个数字6号。掌声。好，6号进了。6号一进的话，冰果铺当中里面6号中间的进了，就冰果连线几率就比较高了。梦也是个机会哦。不行啊，1号打进母球，一颗星躲在3号后面。好，1号打尾袋，母球一颗星躲在3号的后面。因为5号现在9号现在根本是挡住了，根本很难打，而且这个打不进去就危险。5号打不进，然后要 kiss 9号也是不容易。然后母球也控制。OK， 所以打1号。1号。掌声。哇！如果你准的话，可以进球。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不小心碰到，就变呛声了。所以我叫他故意比较紧张。哎，我就是把7号打进，然后母球跟着进就好啦。母球万一7号不是要还要捡起来？还是好看。那我不如你就直接打进洗脚就好了。这样比较难看啊，你世界冠军呢。哇，这个好烦啊！没有，今天我觉得有一种球看起来又不会难看，就是说你把7号。
打进去的话，母球看能不能停在这一边。没有，那我不如在这边七号打进去，然后母球停在这边。OK， 也是可以。我这样好。好，只有这样子哈。要有信心，没信心什么都做不到。OK， 好，准备打七号。跟用手摆的差不多嘛，用手摆的真的快要接近了，对，